对劲儿，一定有猫腻。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陈大人。嗯。哦，早。你怎么一大早魂不守舍的？昨晚上又跟郭志宇。走了，又迟到了。哎哎，话还没问完呢。怎么了？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没事。大力，你球没了。啊啊，这边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你瞒着我就没必要了，咱们什么关系啊？都说了没事了，你不要吵了，别说。找你的。不对劲儿，一定有猫腻。你在偷看我？我偷看你干嘛？你那么大一张脸，我一转头不就进我视线了？说不要陈叔，喝我的吧，没加。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小孩，慧姨让你带的话，你带到了没？小然的孩子也不容易。我听小慧说呀，当时他爸下去的时候，小然就一个人在车里呢。小然也在。当时下着大暴雨啊，要不然他爸怎么能下去就没上来了？一个人在车里啊？要不怎么说造孽呢？小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按都按不住，还一个劲儿哭着说自己怎么没拦住爸爸呢？当时。这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可太大了，这小小年纪的阿玛。你一直看着我干嘛？你怎么不喝？嫌弃你。嫌弃你别喝啊。我买的，凭什么不喝？Thank you.